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今天大盘又跌了快200点，那当然，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昨天大盘大跌，今天继续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一只跌停板的股票都没有？有没有注意到？当然，今天涨停的股票也不多了，因为大跌嘛，所以说今天涨停的股票不多也不意外。可是相对的，今天跌停的股票是零哎，你看。上市没有一只跌停板的，上柜也没有一只跌停板的，那也安呢？那到底元凶是谁？大盘这两百几点上海，对不对？凶手是谁？是千金股吗？凶手在家了，哦，你看，华南金、开发金、永丰金。我举这三档杠都是那个关谷的行库了哈，你看一下啊，华南金，我看了不？这么大一个头趴下来，开发金，对吧？这么明显的头部趴下来，趴地，永丰金嘛是同款，对不？涨多了嘛，趴下来，啊，走势跟华南金差不多，搞清楚状况了没？凶手是像吼，人是像台爱抓到人啊，陶师傅，你懂我意思吗？不是说，哎呀，周老师今天看到跌两百点，哎呀，我看袂使买股票啊。当然啦、啊，你也买银行股，也买金控股，你当然会惊啊。但是你看我的 M31，这像大盘大跌两百点的样子吗？你看一下翔硕。这像今天跌两百点的样子吗？再给大家看两档股票好不好？来来来，这两支吼是毁完的股票啦。如果是加赖的投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是哪一档，因为我们前两天就分享了，好就分享了，早上还有提醒。今天大盘落要两百点哦，这是火会员的股票哦，就问一下，今天有强吗？啊，周老师，我知啦，恁运气好啦。做股票是偌济运气嘛？哎，佮看一支，来来来，你说运气好，真的是有人靠运气做股票赚钱的吗？这是会员的股票哦。你告诉我，今天大盘跌两百点哦。你看，阿温会员的股票是安尼啦，然后呢，清代会员的 M31给他创新高啦，有看了不？然后呢，没打紧。今天吼、哦，你想哦，今天大盘跌两百点哦，亲爱的投资朋友，来，翔硕，今天不小心还赚个3万块啊！1月17号今天的 call 讯嘛，1850买进1880把它平掉嘛，对不？今天区间不大嘛，我认为赚3万块是会使。哎，这今天哦，爱记哦，今天大盘是落两百点哦，但是呢，你看，叫谈。我今天不能说指数一点都不重要，这不可以的，哦，这个讲出去会被人家说我不专业。指数当然很重要啊，对不对？对于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来讲，他不会选股的人来讲的话，他当然把指数奉为神主牌嘛。啊，大盘落啊，无行情啦，无行情啦，我主要是我无想要做股票啊。你如果听我的，你看一下。我什么时候跟你聊这些千金股的？那卖空在千金股打 K 中打 K 的，好，因为我觉得也不见得射飞镖会射到会涨的嘛。你就按照我节目上所讲的，会错吗？会错吗？金叉波涨停板啊嘛，对不？好了，就算你看节目哦，就好了，就算你看节目。好，你也不一定敢买啊！不，你对毁完嘛？你看嘛，这毁完的股票嘛，对不？会员都可以做见证，这我不能随便拿出来讲的，对不对？这都会员的持股啊，这是会员的持股，我不能随便拿出来讲的。我只是不想要露出股名，让你们知道而已嘛。所以你看哦，大盘从昨天到今天为止，连续从选后之后，你看这三天500点。大盘落500点，但是咧，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为什么今天我分享的股票 M31 还可以创新高，翔硕还可以持续的走强？为什么？思维的问题啊！听我意思不？思维的问题嘛。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对不对？能不能成为赢家，其实跟你口袋有多少钱不一定有关系耶。思维的问题啊。今天苹果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的企业？就是因为当年贾伯斯想在车库里面做电脑嘛，一个想法而已改变了。你看现在苹果多大？打个电话一数哦，你说贾伯斯他本来是富二代是吗？他不是富二代哦，他只是比较聪明会读书而已哦。所以一个人的成功跟真的跟你口袋，当然了，用钱去赚钱。好，这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说，就算你口袋有钱，你的想法错误，你的判断错误，还是会注定会失败啊。你看有多少富二代创业都失败了，做收。虽然台湾你讲一句话嘛，好也袂过山呆嘛。所以你看现在那些上市贵公司，尤其是那些老比较传统的公司，多重视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培养，就是因为打破魔咒，哦，要让他觉得没魔什么好也袂过山呆。可是事实证明，很多比较小公司真的富不过三代，太多我就不举例了，好，我就不举例了。所以你的想法会改变一切，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哈，当然啦，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小活动了，因为很多好朋友加入 LINE 之后跟我反映，周老师，你这太贵了啦，太贵了啦，我没多啦，我哎、欸，你知道吗？这一档股票今天很强哎、欸。差点要攻涨停板、欸、在大盘今天即将、欸、也不是即将了，因为已经跌了哈。在大盘今天杀了快200点的当下，我们这一档未来的千金股今天早盘差那么一点点涨停板、欸、可惜就是稍微股价贵高了一点、啊、所以哈，来，亲爱的岛主朋友，好，我们的游戏规则不变了、啊，喜欢做这种比较高价的股票、哦、尤其像这支有机会 翻签的，爱给爱对就屌、哦、尽量的在这个 LINE 群里面问，没有关系，已经是会员了，按表操课、哦、什么叫按表操课？我 call 讯发什么你就做什么、哦、该加码加码，该减码减码，该当冲当冲、该做加差就做加差，好不好？会员的部分就这样子。那今天 我说过嘛，我们从善如流，因为大家都来反映，哦，这股价有点高，所以今天特别推出一个百元俱乐部，哦，特别推出一个百元俱乐部，也算是顺应民意呀，啊，顺应民意啦，好，顺应民意啦，好，那一样，这档百元俱乐部的股票，它的特色在哪里呢？我等一下会来讲。但是你想要知道的话，究竟是哪一档的话呢？一样，加来分享。我们现在聊行情。好，现在聊行情，再让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百元俱乐部的股票了。好，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四星持续的创波段的新高。好，你看今天最高已经来到1450了。好，1450。好，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一波啊，是这个 M31 从我开始在跟节目上，在1月3日开始跟他分享到目前为止，几乎天天都在涨啊。你看到，即使遇到今天大盘哈震荡，它还是早盘先冲高啊。那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嘛？我说，如果今天这个大盘哈、哦，我这么讲好了，比如说这些有钱的大户，脚底抹油，浪杠啊，不玩了。那我问大家好了，那今天大盘大跌的当下，今天应该是不是高价股是重灾区？逻辑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他们发现到这两天大跌是元凶，凶手是像是这呢，是这个啊，是这呢，有看到不？跳水啊！没错吧？你看这是华南金啊，你看这是开发金嘛，你看这叫什么永丰金？哎，这关谷行库哎，那更不要说富邦金，那个已经下来了。那你要知道说，这些关谷行库为什么这些金控的关谷的行库最近在压回？除了有涨多的问题之外，当然我个人的看法了，哦，可能还是有一些银行体制内的问题，哦，要解决。那你避开就好啦，对不？像鬼的后啊嘛。
所以记不记得我在去年哈年底的时候，我跟他讲过，说如果你很重指数的投资朋友，你一定会被这些全职股给影响。你看，我问你，哪一档金控股不是全职股？都是啊，就跟台积电一样嘛。所以今天如果你被指数给掐死，尤其有的人去买那 ETF， 哇，你该想嘛，你去买 ETF， 这个根本是跟指数联动的嘛。所以当指数跌的时候，你如果买到买方的部分，你顶撩紧嘛。所以你看哦，为什么我在节目上我也不啊，当然我不能说买 ETF 不对了哦，我只能说，因为它跟指数的联动性是100%嘛。盘 key， 你的 ETF 也 key， 盘咯，你的 ETF 绝对咯。我不能跟你拍掌，我不能跟你鼓掌，因为它是跟指数联动的。所以今天我们哦，为什么要把功夫下在股票的问题上面？大家懂我意思吗？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操作的部分下在个股上面嘛？所以你看，我今天撇除掉，我们不要去聊我们的高价股，你看，我就给你看会员的持股就好了嘛。哎，我这个不是画面上今天红的股票随便抓一只印，这是真的会员的股票哦。我的会员都可以做见证，我们是不是有这一档？我们是不是有这一档？对不？会员是要做见证嘛。可是为什么今天大盘这几天大跌下来？你看，我们股票可以逆势创新高。M31 不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因为思维改变嘛，思维的改变，你的操作的方式改变，做调整完之后，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嘛。所以纵使大盘这两天跌了快500点，我就问一下啦，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有听我在节目上告诉你我们股票没有在涨的吗？ M31 还在创新高，哎，这眼睁睁的嘛，这我不可能用骗的吧，对不？眼睁睁的事实嘛，对不？我警察今天你当冲还不好做，我无做啊。但是我今天做这个啊，你看，今天做个详述啊，嘛好恁看到啊，对不？好恁看一下啦，你看1850买进，1880个冲掉嘛，对不？时间点位都给大家看了嘛，有没有看到？本来我是挂1900的啦，后来改价了。哦，就要冲到3000啊，大家拢在赚钱耶。当然，我不是说鼓励大家来做这种比较极短线的操作，我只是就事实论来告诉大家，今天我周红给大家的股票是不一样，对吧？如果今天给你的股票是不是跟着大盘啊？今天大盘跌啊，股票跟着跌啊，我什么了不起嘛？可是我们用眼睛去看就可以发现到啊，我今天给大家的股票是不是都不一样？是不是拢无同款？我包括这两支哦，这两支咱先卖揭牌了，好不好？我包括这两支有看了不？我看了不？我看了不？有因为大盘今天大跌200点影响到吗？没有嘛。所以我们已经把利害关系搞清楚了。好，银行股最近你一定要避开。好，因为事实证明嘛，这人刚大盘落后不好这样，雄秀的一项就是金控股。那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跟他推这个百元俱乐部？当然有我的用意在啦。好，因为第一个很多人反映哦，周老师。我也认为这只股票会破千啊，照他这两天的走势，我告诉你，真的就是在复制 M31。我是不是跟他讲过，我们这一档未来的千金股，它现在位置点在这里，给它冲起突破前高。那这两天大盘如果拉回，也不意外啦，因为这两天大盘拉回嘛，所以它股价有可能稍微再被震荡一下，持续的挑战更高的高点。我说过嘛，我们这一档未来的千金股，在过年前我的规划就是先把这段的价差赚起来，少则30万，多则50万。好，少则30万，多则50万就丢了。哇，听清楚哦，少则30，多则50。好，那当然了，你也讲啊，主要是未歹是未歹啦，但是我们的资金嘛是有限啦，那怎么办呢？好，所以呢，为了让更多的投资朋友都可以在过年前都可以赚到大大的红包，当然压高价股是比较快了，哈，因为价差也比较大。那如果你真的碍于你的资金能力不足的话，也没关系，这个。豪华八，好不好？特别精挑细选的，这也是我会员的持股了，已经有少部分的会员已经卡入了，哦，已经卡位了。好，那这档股票的特色在哪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K 线。别的我不用多讲什么，你们光从这张图里面你们看到什么？所以，投资者你要了解到为什么今天我分享的股票会那么强。包括这两支会员的股票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两支股票他们都有办法在今天大盘这几天大盘重挫的情况之下，反而可以逆势上扬创新高？哎，他今天是创新高哦，他冲上去就是创新高哦。
这个也是平新高哦。为什么？因为我分享给大家的股票都是像这样子底部完成的股票嘛，所以即使大盘今天大跌，昨天也跌，今天也跌，我问大家好，为什么的股票可以逆势涨？因为人家底部刚完成上去嘛，结果就不一样啦。所以跟你看到这些金控股为什么他们会大跌啊，怕解逃啊，不如来，对不啊，逃这里明显不怪怕出来嘛，对不啊，不怪也怕出来啊，起嘴啊嘛，那块一个头部那么明显，他懂我意思吧？你在高档去分析这一些涨多的股票，当然你面临到拉回的压力会比较大嘛。反过来，我们钻研在这些底部完成的股票，我们当然上去的空间肯定比任何人都大嘛。啊，不然就问姐 MC43， 凭什么这段咱赚得到？我这么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嘛。为什么这一段？你看，我光只做当冲哦，亲爱岛主，因为我今天没有出手了。能攻 M30 的话，就只做短线的当冲哦。你在高盘的价差，这段啊，就这段啊，大家懂我意思吧？胜败的关键在哪里？为什么赚得到？为什么今天享受还是可以当中赚得到？关键在哪里？看你对上嘛。啊，两个听我意思啊，吼，真正胜败的关键就看你跟谁嘛，好，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百元俱乐部这档股票也是我精挑细选的，真的底部打得很漂亮，法人都是陆续在买进的，最近也价稳量缩，这两天大盘稍微弱了一点没有错，但是也影响它影响不大，你看它还是守得非常的漂亮啊。这个 K 线是我截到今天的，截到特别的要今天的，已经知道了没关系，你的布局不知道的没关系，来加入了还有立即分享哦，几百块啦，我认为这样子100元的股票应该是人人都买得起的啦。哦，我相信应该能。你说我们这一档，啊，即将要翻千，要翻倍破千的股票，哇，这是不是紧张吼？很喜欢，股票还不错，基本面也非常的好啊。可惜就是口袋没有那么多，口袋不够深。我安尼嘛，这个嘛，安尼好不好？这个不叫退而求其次，到这边你怎会说？这个不叫退而求其次，这就是另外一种改变操作方法的什么布局方式，只是改变做法而已。可是我们的目标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因为说我们现在去买这个百元的股票啊？我们的目标都改变没有？目标不变，先看这里，再看这里，大家懂不懂？哦，目标是不变的，好好把握哦，好好把握，加赖立即分享这档百元俱乐部的股票，好不好？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金融献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发财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鼎业投顾。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看到盘跌啊，会怕都是正常的，人之常，这个很合理的啦。哦，就比如说，就前几天，对不对？大家手机收到，哇，有卫星飞过，对不对？如果不注意看，以为是飞弹飞过了。原来是卫星，对不？后嘎仔虚惊一场。相对的嘛，就说我们人啊，深层的恐惧其实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对不？比如说你走在一条黑黑的街里面，对不？整条路上就一小盏灯，你就开始会有无限的想象，会不会后边有一个什么有的无的，用跳出来给你惊一跳，对不对？哦，还是草丛里面有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吓到你，你就会开始自己给自己很多想象，去开始去罗织一些可能会吓到你自己的场景啊，其实搞不好没事情啊，对不？搞不好没事啊，所以看到，当然啦，看到盘跌哈，对我跟你讲啦，对于买错股票的人来讲，心情不会太好，这个我认同。好，这找对喜安 A 啦。可是就像我跟他讲的，你要搞清楚在跌什么，你只要搞清楚，对不？大盘元凶是下啊，当然啦，今天有些高价股也是下来，你看这联发科，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我在跟大家聊这些千金股，我有没有跟你聊联发科？有没有？好像没有，对不对？我跟你聊什么？我跟你聊这个啊，我跟你讲这个啊，我跟你讲这个啊。哦，还有啊，还有这个啊，对不？还有跟你们聊一下利旺嘛，今天稍微回的比较稍微深一点嘛。不过你看哦，格局还是很强。那当然有人在问这个啦，问这个材料，哦，虽然说材料不是算很便宜的股票，可是你看哦，就像我之前跟他提到过，啊，跌升嘛。他酝酿一个翻之前，他要先克服半年线的压力嘛，所以在这边会先震荡。所以你看哦，看节目自己去买材料的人，一定买在这里嘛。啊，你这两天看他跌下来套牢了，哇，你当然爱白叫母啊。我的喜欢不叫恁玉啊，我是不是把它平掉了？我是不是把它当冲掉了？好了，也没关系啊。如果你真的啊，哦，自己跳下去买的材料套牢了，好，哦，你再不要让他走一样，哦，都可以加来问我。我说过嘛。周老师的这个赖好友啊，是天下无敌的啊，啊，天下无敌的，啊，我记得前几天还有人在我们赖里面分享，哎，问到家有一间什么什么萝卜饭没拍起来，也有人分享，也可以啊，这个我也没有意见啊，对不？本来就是一个互动嘛，你觉得你有什么很让你开心的事情，你要分享出来，我也觉得 OK，啊，甚至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你希望得到我的建议排解，好了，偶尔当一下心理老师，我觉得也可以啦。也可以帮你排排解嘛，哦，那当然加入我们那群的投资们绝大部分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想要赚钱嘛，啊，我选什么什么高票雄厚嘛，对不？所以我相信从今这两天大盘大跌，对不对？再看看我给大家的股票好不好？对不？有强不？虽然没有涨停板啦，啊，创新高啦，有强不？哦，虽然也没涨停板啦，但是你看还是持续在涨啊，这样就够啦。弱势的盘要做强势的股票，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不然为什么 MS43 今天会创新高，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什么？站在法人大户的脚步的思维去选股票的嘛。所以同理可证，我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百元俱乐部的道理也是一样嘛。啊，哦，为什么要重磅推出这个百元俱乐部？我如果随便丢一支百元的股票送给你，分享给你，你我跟你讲，百几块的股票一堆啊，跟他刷呢，不要那算。当然要精挑细选啊，那怎么选呢？当然我们不要去选那些已经涨多现在拉回震荡的。你看一下今天稍微比较弱势的股票，除了银行股之外，你看很多弱势的股票绝大部分应该看嘛，像现在看嘛，你看什么安泰克这一些，细微这一些，安可，昨天安可在涨停板的，你看今天什么都来了，对不？这种我们就当然比较尽可能的不要去追逐它嘛，懂我意思吗？你看这细微嘛，细微赶快来，那 K 价点追啊！啊，当然啦，大盘不好一爬落来，压力一定很大嘛。大家懂我意思吧？就说从这一些今天的弱势股跟今天的强势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哦，本来它这个节奏它就是会改变嘛。好，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百元俱乐部的概念股也是一样哦。我绝对没去算那种已经 K 级大动的啦，我给的永远都是这种底部的股票。价稳量缩是必然的，哦，价稳量缩是必然的，打底完成是一定需要的，指标翻阳走正，准备要起涨的，这个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不对？第一目标先看这里，第二目标先看这里，过年前有没有可能挑战前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两个高点有赚得到的话也不少了，
一百个的股票，一支股票起三十块到三成安尼，对不？如果可以突破到前面那个高点的 P 要不要五成去啊？哎，嘛未歹啊，美苏做6643的 M 三十一哦，大家懂我意思吧？100块的股票涨了30块就三成嘞，对不？靠十张啊嘞，哇，三四十万啊嘞，过年阁惊无钱，还包红包，对不？好啊，包，好不好？百元俱乐部哦，底部打得真的很漂亮。哦，这个法人我有去看了一下，法人的筹码都没有松动的迹象，真的要好好把握。哦，真的要好好把握，好不好？只要你加入赖好友的话，今天这一档百元俱乐部的股票，周老师分享给大家，好，分享给大家。好，那至于其他，哦，你看了我节目，哦，甚至于你已经有买了这个即将要翻倍的这个千金股的话，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也都没有关系。我刚刚不是讲过吗？我的赖好友是万人，哦，是万人，你们猛侠都不要紧。门高票开杠聊天都非常的欢迎，好，甚至于你自己有看到什么股票问我的，好，反正你就尽量的好好的利用，好好的互动，好不好？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在这档板块，好好把握哦，加赖好友立即分享给大家，这不是我就是说的投资朋友投资顺利，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